所有的这些东西啊，它全部都是伊丽莎白和平奖 World Peace Award 这个奖，所以英联邦名字是这个是西人报纸，英国皇室的公爵。那台长的日报，日报海外版专门介绍禅文化，你知道文明都是大。好，这里是中国访谈世界对话栏目，我是主持人张元。那么一提到佛学禅道呢，很多人立马就会想到了历经千辛万苦来到西方求学取经的唐三藏法师，以及不远万里来到日本宣扬佛法的鉴真和尚。在今天的华语世界呢，我们也有一位深圳海外的佛学大师，那么就是澳洲东方华语电台的台长卢军宏先生。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走出了我们的演播室，来到了素有东方明珠之称的香港，与卢台长一起探讨一下佛学禅道之道。你好，卢台长。你好，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首先呢，我想请您给我们解释一个概念，就是呢，我刚刚在这个开场班中提到了一个禅道。在芸芸众生中呢，可能这个概念呢是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概念，那么在您来说是怎样理解的呢？实际上在中国的禅文化里面呢，实际上禅是一个理念，一种静和定。一个人呢，实际上呢，在生活当中呢，如果定心能够定得下来的话呢，实际上他就是初禅。初禅是什么呢？就是能够对世界上所有的物质一种理解的一种境界，实际上就是代表他的一种禅定。所以呢，禅学呢跟定是连在一起的。实际上在禅学当中呢，最主要的就是改变人的一种观念，一种观念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学习佛法里面呢，主要呢是以佛法的慈悲心作为我们改变人生的一种哲学。因为很多的理念思维上发生偏差了，所以人呢对事物的理解就发生偏差，然后呢对自己所做出的行为也不能理解，所以做出也会偏差。所以禅呢首先让人定下来，但是真正的禅学呢是很深奥的，它是行无定行，法无定法。也就是说，因为这个人间呢本身用佛学讲是虚幻的是在这个三维空间里边它是无常的，什么事情都定不起，心都定不下来的。所以在这种无常的那种空间当中，你想寻找一种真正的能够定下心，能够定得下来的话呢，那就是我们的禅。实际上每一个人对禅的理解不同，但是呢真正的禅就是你的一种思维，就是你对人间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所以这么解释的话呢，可能会让很多的我们的网友能够理解。那么禅道呢的确是一个博大精深的这么一个道理，对于潜心修炼呢是一个非潜心修炼不能参透的这么一个其实我一见到您就有一种非常敬畏的感觉那达到您这种境界来说是靠的是什么呢？实际上一个人对佛学的理解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境界的提升有待于他对人文世界的一些物质和非物质的一些理解，如果当你对这个事情看得很重的时候，可能你的思维就开始出偏差了。因为佛学用禅定来讲，这个虚幻世界当中所有的一切都是不实的，都是虚幻的，是梦幻世界。所以佛法把这个世界称为梦幻泡影，因为所有不长久的事情它都是梦幻泡影。比方说今天我们所拥有的明天没有了我们从小生我们的父母亲过几年离开我们了我们的孩子养大了离开我们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到最后都不实在，都没有了，因为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像这些呢，就是你必须要看透，要放下。如果你能够看穿这些物质的东西，实际上你已经进入一种禅定了，对人间的所有的物欲你都不没有这种心去去理解它，去需要它，你就放得下来。心放得下来的话呢，你就慢慢的就会觉得这个世界是虚无缥缈的。那么这样的话，你会对人间的很多
事情不会去追求，不会去执着，啊，不执着你就没有烦恼，没有烦恼你就放得下，你就活在啊人间的天堂里。因为人的烦恼是生出来的，啊，如果你不去找，他没有烦恼，就像生气一样，如果你不生，他气怎么会来呢？生气，生气是生出来的，不去追求那些人间的那些啊名利啊名闻利养，你慢慢的就会学得非常的潇洒，你觉得在人间过得非常的愉快，就是我们说简单的人会得到幸福。那您给我们说说您的从前吧，您是怎么爱上禅道并深得从中的这各种三昧的呢？我就觉得人啊，应该有一个思维，这个思维呢，就是能够指导你的一生，让你能够寻求一种啊超自然的东西。这些超自然的东西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境界。用现代话讲呢，就是我们如果能够对这个事物理解它的善处，不去理解它的恶处，你的心里就充满着美好。因为当一个人心中充满着邪恶的时候，他对所有的事物都看不惯。所以啊，台长经常跟啊我们的啊佛友讲，就说什么叫恶，什么叫善，实际上由你的心理本身的素质所组成。如果你的心看所有的事物都是恶的，那么你心中一定存有恶。如果你看所有的事物都是善的，那你心中一定有善良的东西。所以真正的能够超脱这个世界，能够才能理解这个世界。就像我们一样，如果我们是大人，对小孩子的啊一些理解，他们觉得很苦闷很难过，如果我们跟他们一样年纪，可能我们也会苦闷。但是你过来之人，你已经成为长辈了，这个时候他所跟你诉说的一些苦闷呢，你就可以用你的方法来解脱他，超脱他。实际上在人间学佛，你首先要理解佛，当你理解佛的真正的啊这个各种三昧之后，你会觉得哇，原来人可以用智慧解决所有的问题。而当一些人解决不了自己生活上啊工作上和啊家庭上的一些矛盾的时候，实际上他就是进入了他的啊这个魔障缠身，实际上就是一种啊我们说心魔。心魔是什么呢？就想不通。实际上真正有智慧的人是想得通，但是人呢在这个世界上呢都是拥有聪明而没有智慧。聪明是计量利弊得失的一种方法，今天我能赚你一点，我觉得我很聪明。但是真正有智慧的人是舍，我能够把这些东西舍出去，我能够回报。实际上舍才能得嘛，所以我们在人间经常说舍得舍得，你不舍哪来得。感情也是这样，所以真正要超脱自己的那种狭隘的感情，你就必须要用真情啊，用真心，用慈悲心，那么这样来感动人家，你得的更多。所以真正的要超脱还是靠他自己一种对佛的坚信的理念，来不断的去追求，去理解它。你时间长了，你就会慢慢得到其中的奥妙，你会放得下，想得开，你觉得这个人生啊，既然是这么苦，既然这么短暂，我何必再要去追求这些短暂当中的苦难呢？这样你就放得下来。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说，现在很多人拼命的在追求一些物质的东西，而这些物质不能给你带走的，那不就是你遗产吗？你追求的越多，你留下的遗产越多，而且你拿自己的生命，拿自己的意识，拿自己的魂一辈子的这些啊来索取到这些不能留下给你的一些物质的东西，所以你损失就更大。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理解的话，你可能会得到佛法的禅学的定，定得下来你才能静得下来，静得下来才不会贪，不贪你就不会有恨，不恨人家你才不会愚痴，因为你恨了人家，你慢慢会越来越傻。所以真正的能够理解禅的话，就是要首先要定，所以禅经常跟定放在一起，叫禅定。
我觉得您讲得非常好啊，在这个很多人都看来非常枯燥乏味的这种佛经讲义中呢，却您确实成为您的最爱。那么对于这个禅文化的这种体现，它主要体现在哪几个魅力呢？禅文化最主要的就是让人得到更多的美，而这种美实际上禅文化是一种啊心理科学。心理科学就是用自身的一种美来感化、换位思考，来解决人间很多的麻烦和矛盾。实际上真正的魅力在于它能化解人间的烦恼和化解人间所不能逾越的很多的障碍。因为人最难沟通的是自己，人最能难对付的敌人就是自己，所以要战胜自己才能得到啊真正的啊思维的解脱和思想的开放。所以战胜不了自己的人，他永远不能看清很多真正宇宙空间当中的事实。就像我们在这个社会上一样，当我们能够对一个事情能够看穿了，实际上我们就理解它了。如果你看不穿，你就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压力太大，实际上又怎么呢？过去就是过去，现在就是现在，能够把握住一个今天胜过两个明天。所以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所以在《金刚经》上说，过去不可得，现在不可得，未来也不可得。过去的已经没了，而未来的我们还没有拿到，今天的也会成为过去。所以所有的啊佛法来讲都是劝人要放下，我们不要去追求我们所拥有的这么一点东西，这一点东西给你带来的是包袱烦恼。所以真正的能够理解佛法，能够知道它里边的真谛，那么你就抓到它的核心了。实际上真正要学佛人要觉得放下，不能执着，执着就是害你的一个根源。所以因为我们有贪嗔痴三毒嘛，所以我们就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情感，控制自己的一些对人间的一些理解力。这样的话呢，你会越来越慢慢的损失自己啊，遗失自己啊，你会把自己看得越来越大，然后事实上你失去的越多，你得到的越少。实际上真正我们需要得到的是心理安慰，而不是得到物欲上的安慰。对啊，因为心理安慰是永久的，而物欲上的安慰那是暂时的。就像我们小孩子的时候，我们非要买一辆玩具车，爸爸妈妈天天闹说过年的时候给你买，都买来之后一个月不到，轮子啊什么都拆完了，什么都忘记了，没有了，这个就是短暂的。如果真的感觉到爸爸妈妈对你很爱，那你永远会记在心中，我爸爸妈妈是很爱我的，我一辈子有了依靠，这就是你心里得到的安慰，远远要超过物质上的那种啊那个得到的东西。那么从1998年开始呢，您就通过电台的这种媒介向世界宣讲佛法，宣传呢传播中国的这种禅文化，可以说是14年如一日哈、啊。那么您是怎样得到观众的这些喜爱和支持的呢？首先呢，现在呢媒体呢非常的发达，所以网络世界也是非常的啊宽阔，能够让更多的人来知道这些传闻，就是我们对佛法的一种理解吧。那我呢自己本身也是搞媒体的，所以我呢也特别的喜欢呢通过媒体来介绍这些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实际上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它是一个有根有源的一个文化，所以有几千年的历史，经久不衰。而大家都知道流行歌曲唱几年就没了，而真正的传统文化为什么这么老这么多的年还能够受人家的推崇，实际上它就包含着它的一个悠久的历史和它一个魅力啊。我觉得能够让观众，能够让你的听众能够相信和能够理解你，那是最重要的。我现在主要是给大家解决一些感情上精神上的压力问题，我经常会用一些啊佛理佛法来解决人的想法。因为很多人的想法呢就是想不通，觉得孩子养大了为什么对我很不好。举个简单例子，那实际上呢海棠就告诉他，因为这是因果定律啊。我们说啊牛顿有牛顿定律，
实际上佛法的定律就是因果定律，因为你种下去这个因，你一定会有这个果出来的。因果就是因为你有这个因种下去了，所以你这个果一定会有。我今天对这个人好了，种下这个因了，人家一定会对你好。今天我读书了，我一定能够成为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今天我在心中种上了一颗福田，能够帮助所有的人，真正的爱护他们，所有的人都会帮助你爱护你。这就是一种因果关系，告诉他今天孩子对你不好也是有因有果的。佛法界讲三世因果啊，所以很多父母亲对孩子对他的不孝顺就从小就知道，哎呀，这是讨债鬼。实际上真的是有这个道理的，实际上很多孩子出来啊，有的是欠父母，有的是来还债，有的要债。我们这么理解的话，对国家对社会的安定就有好处，否则造成家庭不和啊，社会不和睦啊。如果他知道这是因为前世我欠他很多，他就会觉得心平很多，他会觉得我现在所做的是在还债。实际上从现代的人文科学上来讲，你对孩子越有这种抱歉的心，可能孩子对你更理解。如果你对孩子越觉得我对你这么好，我在孩子身上想索取很多，实际上你失去的更多，到了最后孩子会离你而去。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啊转换型，转换型用佛法的思维来改变人很多的思维，用佛法的境界来改变，让人不要去贪。因为像我们在澳大利亚啊，过去很多人一到澳大利亚一看，哇，两房一厅很大很漂亮，哇，这么高的啊，很漂亮。但是呢，当到人家一个大的一个花园洋房去之后，他回到家他就开始看到家里很不开心，很难过了，他觉得他失去很多，他没有得到。实际上这个烦恼是自己找来的啊，知足常乐，你不贪你永远是幸福的人，你一贪了你就开始变成不幸福的人。所以一个心控制的主宰的你的一切，你的行为你的思维都是这样。所以当一个人的心能够调节好，能够觉得这个世界我能够得到的就是我应该得到的，我不能得到的我不去攀不去求，那才是你真正拥有的。所以这样的话，你思想境界都会越来越变得放松放下，觉得我没有什么追求，我去求但是我随缘。今天我追了之后能得到的，这是我的缘分。今天我追了之后没有得到了，那本来就不是我的。这样的心态会让很多人不会生心病，因为很多人的心病现在造成他的身体肉体病。过去我们说身体健康，而现在讲的是啊身心健康。因为心理的健康比你身体还重要，因为身体上所有的毛病都是由心理造成的，心理不开心造成你的精神压力大，你的精神会出毛病啊。如果你经常生气，那么你的心脏就会吃不消，所以你的肠胃不好，那就是过度的哀伤。所以经常人说啊，我们说啊，肝肠痛断。实际上当一个人很伤痛的时候，他的肠胃一定不好。实际上这些都是医学界已经鉴定了。所以通过啊学心灵法门，通过禅学让人入定，让人不要去贪，不要去恨人家，实际上这就是造成现在社会和谐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和谐靠的是理解，你对众生的理解，你对所有人的理解，能够造成你心中的爱。当一个人有了爱之后，你会把这个爱布施出来，那你的心中就不会有障碍，而有真正的大爱。这就是我们中国有首歌叫这样爱呢，就是啊，多一点爱心啊，爱的奉献。对，实际上人就是应该布施爱心，因为当你布施爱心的时候，实际上佛讲的就是慈悲，慈悲就是让众生得到爱，啊，所以我觉得佛法真的是解决现代社会当中很多啊不好的一些习惯呐、风俗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一剂良药。
那刚刚您的这个话题里面呢，一直谈到了一个词，就是修心。嗯，那据我了解呢，目前至少有大概有500万的人呢，跟您是学佛修心。嗯，在我们的印象中呢，这个佛法是非常高深的。那么您又是怎么将这个高深的佛法与现在这种社会、现在的生活相融合在一起呢？嗯，实际上呢，当一个人啊能够让自己的佛理念传送到每个人的思维当中去，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我们说叫真上缘，增进你上进的一个源泉。就像一个老师对一个孩子没有这些知识的时候，他不懂，所以他才会犯错。当他犯了错误之后，你把这些理念告诉了他，他一定会接受。现在很多人为什么能够跟着台长学佛？因为他们过去不懂，他们以为你是我的妻子，你嫁给我了，你就必须要听我的，你就必须是属于我的，什么都要听我的。实际上他们不知道，在人间这是一种佛法界讲叫缘分，这些缘今天有了就有了，明天没有了可能就永远就没有了。所以要珍惜因缘，珍惜我们的缘分。我就不断地把这些理念告诉他们，啊，一个妻子啊，为了您嫁给您之后，在您家里一直在不断地做很多事情，为您生孩子，但是最后呢，他们啊为了这个家庭损失了自己的一切，付出了一切。难道您还要作为一个男的，你还要骂，要骂就骂，要打就打吗？对不对？对。啊，然后同样的来讲，一个男的啊，他压力很大，男儿有泪不轻弹，所以男士呢，他们压力很大，所以男士的寿命呢，往往比女士要短。所以你看，老妈妈多，老婆婆少，就这个道理。那么，同样的，台长用另外一个理念告诉大家，就是你去看看现在学佛的是女的多还是男的多，啊，当然是女的多，啊，所以你去看看，女士寿命普遍的得到菩萨的保佑，所以也是相对来讲。比男士要活得长。实际上要有一种解脱，要一种啊，我们说内心的把他自己的化解。所以佛法讲化解是最重要的。当一个人能够化解自己的恶缘，能够得到他的善缘的时候，实际上这个人就得到很多的啊，我们说善缘。为什么呢？当一个人恶缘来的时候，他想不通，他不知道这是恶缘，那么他就不断地去造业，那么这就是造成了恶性循环。如果当家里发生矛盾的时候，你要想一想，我是不是啊前一阵子对他不好，这是我种的因，最近一阵子他不断地发泄对我，那就是我的果报来了，所以我现在要改变这个因，我必须对他好，那接下来他一定会对我好。懂得因果，知因果，那么懂道理，这个人就能够得到善因和善果。所以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佛法就是化解人生烦恼的最好的一剂药。因为佛法提倡的是慈悲，因为就是像孙中山先生也是提倡了大爱，对不对？我们的儒家教育啊叫仁慈，实际上都是脱离不了一个爱，一个大爱，一个慈爱，一个慈悲。当你可怜众生的时候，当你可怜人家的时候，你就不会去打人家，不会骂人家，你会觉得我应该对他付出更多，我应该对他更好一点。这个就是来化解矛盾的最好的一种方法。所以我就是不断地跟我们的那些听众说，要理解，要懂得慈悲众生，人都很可怜，每个人都有病。当你恨这个人的时候，你看看他可怜的地方，你就不会恨了。当你不会恨的时候，你心中就不会有一颗恨的种子。没有一颗恨的种子，你这个心就不会有恨的种子发芽。没有恨的种子，你就有慈悲的种子进来。啊，有善的人，他不会有恶心。长期有恶心的人，他一定不会善良。所以，真正的要将善的种子植入到你的心田，那么佛法讲就是将佛的心植入到你的80天中，你的意识当中，我心中只有善良的，我只有爱护众生，我只有爱，我没有恨，这个人就对生活充满了无限的美好。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跟我学，
他们这么多人解决了家庭的问题。嗯，他就算今天生病了，他知道我只要好好的养病，我只要想得开想得通，我的身体一定会好。所以人家说快乐无病嘛，所以要能够想得通的人他身体就快乐，想不通经常忧郁的人他就忧郁症了。想不通实际上就是跟自己身上的一种身上的对自己身心的一种不健康的一种根源。所以千万不要想不通，碰到什么事情都要想得通，但是想得通的理念就是要以慈悲为本。所以菩萨叫我们以慈悲为本，所以我就经常告诉大家要善良，要慈悲，要同情，要对大家都要好，这样的话你得到的是大家都对你好。那您一直提到的这个心灵，我觉得这个心理很重要。那么您为什么一直孜孜不倦的这种宣扬这种心灵法门，它的核心意义到底在哪里呢？刚才我也讲到，一个人实际上由心开始发动，到了大脑，他的皮层开始运作，指挥他的语言和指挥他的行为。所以一个人心动是最要紧的。当他的心分成两种，一个是内心和外心。内心是很善良的，佛法说我们的本性就是善良的本性。而外心呢，就是有染浊染尘，那就是我们说贪欲啊物欲啊，那比方说有恨人家的，有嫉妒心啊，有恨心啊，有贪心啊，那么这是外心。所以呢，心灵法门呢，就是让人家把外心的染尘把它去除，让他有一个内在的善良之心和纯洁之心把它散发出来。那就是为什么我经常跟大家讲，我们需要了解心灵法门，把自己的心灵改变了，你的行为和思维语言都会改变。一个人心里想不通，他的语言也很恶，他的行为也很恶，他的脑子思维也很恶。所以真正的有思维行为和这种语言都能好的人，他一定思维上是很干净的。所以呢，心灵法门呢，就是希望大家从心做起，什么事情以自己善良的心开始，以自己的本性开始。心灵法门就是希望大家有一颗纯洁的心，有一颗博爱的心，有一颗和谐的心，有一颗爱心。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世界会变得更美好，因为人人都有爱心，那么这个世界将变得更美好。那么我认为啊，弘扬这种佛法呢，不仅是出家人的事情。作为一个您常年学习和研究佛法的这种居士来说，您一直的大力弘扬禅文化和这种心灵法门，那么它是如何改变人生的呢？实际上学了就要用，学佛学法就要用，如果学了佛不用的话，那就是等于不要没有学。所以很多人过去学佛法，但是呢他没有用在生活当中。所以呢我认为呢，应该佛法家庭化，生活佛法化。我们要把平时的生活一举一动就以佛的要求来严格要求自己，损人利己的事情我们不做，害人的事情我们不做，对众生不好的事情我们不做。这样的话才保持你一颗善良的心。前几年美国有一个那个财政部长，他呢得了那个诺贝尔文学奖了。人家记者采访他的时候就问他，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他就说了，我不是大学毕业，我只是在我的幼儿园里学到了更多。人家说那个幼儿园，他说就是我的大学。那么您怎么会认为幼儿园是你的大学？因为我在幼儿园学到了人应该追求的最基本的素质，损坏东西要赔，得到的东西要分一半给人，要用善良的心去帮助别人，损坏公物要赔，我们做错了要说对不起，要道歉。而现在这个社会，因为很多的物欲的追求大于心灵的追求，所以使人已经辨不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大家都认为所有人做的事情这就是对的，而每一个人自己明明是做的对的，但是大家都不认可的，他就以为这是错。所以这就是应该让他们理解
心灵是何等的重要。当一个心灵有善良的人，他一定会得到更善良的回报。当一个人心灵不美的时候，实际上他的心中就充满了邪恶。所以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我们就是要启发他们这些本性，来能够让他们真正的得到一个啊能够本性的良心。所以我觉得生活佛法化，我们做人做事情都要以菩萨和佛的要求来严格要求自己。菩萨不会骂人，菩萨不会打人，菩萨不会背后阴人。这些生活上，如果这个社会上大家都这么实实在在做人，我觉得这个社会会更美好。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应该把佛法啊装到每个人的心中，让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着阳光。实际上拥有佛法的人，懂得佛法，懂得心灵法门的人，他们的心一定是光明的，因为他们不敢去做坏事，他们觉得有因果，因为我今天做了坏事，我一定会得到人家对我不好，今天我在背后说人家不好，人家一定会到领导面前去说我不好，所以我永远不说别人不好，我就得不到，永远得不到别人说我不好的机会。放弃自己不好的习惯，改正自己不好的习惯，而养成一种佛性啊禅定，那么这个人呢就在社会当中能够站住脚跟。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和谐的一个部分。嗯，那么禅的力量呢是直达人心的，所以我觉得呢这也是他拥有众多的这种信众的原因，尤其是他的表现内容呢与现在的这种环境啊生活相结合起来，他的魅力更加是无法抵抗的。那么在您看来呢，他的这种表现内容是如何紧随着时代的步伐的呢？嗯，我觉得法无定法啊，行无定行，就是随人而定，这是禅的一个基本的理念。实际上我们就是说，要当一个人有什么坏习惯出来的时候，我们用禅定的方法来解决它。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对物欲的追求越来越高，越来越不得到满足，所以我们要他们放下执着，要让他们看到事物的本性本质。事物的本质是不能从永久的，是不能长久的，就是用佛法界讲叫啊，我们说是无常的，无常的东西就是不能长久的，不能长久的东西就是不能保持很长时间的。所以真正的能够跟上这个啊佛法禅定来解决现代人的思维问题，我觉得还是要啊依现实的变化而定。你比方说过去的孩子没有这么多需求，像我们小时候没有太多的要求，而现在的孩子要求特别多，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对他进行一种啊理念的教育，就是懂得啊应该节约，应该懂得怎么样能够培养自身的一种纯洁性啊，我们不损害不浪费，这些都是人本质应该懂得的事情。所以学禅就是让你定的心下来。而很多父母亲为什么没有禅定呢？他就是跟孩子吵架，他发现了孩子做错了，他就暴跳如雷，他定不心，心定不下来。所以真正能够定的心定得下来的父母亲，他会跟孩子，你知道吗？妈妈过去是怎么生活的？你现在条件好了，你应该惜福。我不，妈妈不能跟孩子有争吵，应该对他以德服人，以理服人，啊，所以。真正的给孩子要留下德，而不是给孩子留下的财产，给孩子留下财产他用得完的，而留下德的那么永远让孩子受益不尽。所以禅学就是让自己心越放越平，觉得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一切已经到了，已经让我生气了，已经发生了，我就能够随遇而安，我呢随缘而动，我就能够随着这个形状的变化，我也跟着它变化。这样的话，你永远不会掉车，永远不会被这个历史的潮流所排挤。啊，很多的父母亲啊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在电台里有个听众，他的父亲打电话跟我说，他的孩子不听他的话，剃了一个头，是这种当中五五开的。
他说那个时候都是日本人时候是汉奸头，他说我在我在那个看越看越像汉奸，这孩子跟他说那是我们学的那个明星都是这个头，所以这就是一代人的差距。我就跟他父亲说，你要学佛，你先要自己把心定下来，你要理解孩子的心理，然后你慢慢再去跟他解说。有的时候你的理念不一定是对的，但是你必须要克服自己，化解自己这些意念，来适合于当今的社会。当然了，如果是对的我们要坚持，不对的我们就要坚决反对，这也是禅学的一个以静制动的方法。所以很多时候当一个人吵架的时候，对方一定要安静，就吵不起来。所以我们中国人经常讲，一个碗不响，两个碗叮当，实际上就是要保持，时刻保持自己一种以静制动的理念。这样的话，你的心越安静，你的智慧越生出。所以你去看，当一个人碰到事情的时候很冷静，他一定有办法。当一个人碰到事情的时候非常不冷静，他找不到好的方法，他只会越来越愚痴，他着急，他会做出很多不理智的事情。对，所以定就是最重要的，因为定要靠戒来得到定。因为当你很多事情我不贪的时候，我戒掉自己的欲望，我没有反应，我没有什么欲望，那你这个人就定得下来。当一个人觉得我不应该去做这些事情，不该我求的我不求，不该我贪的我没有，无所谓了，我放开的，你就一定心定得下来。等到你戒了之后，你得到定，定了之后你才能开智慧。所以佛法讲戒定慧就是这么来的。那当您披肝沥胆的这种宣扬弘扬禅文化的同时呢，您的佛友们是怎么跟您回应的？同时您有哪些荣誉呢，是体现出您的贡献被世界级一些专家们的认可呢？实际上这个我真的是很感恩呢、很感恩所有的听众和所有的我们的那些听众和一些佛友们，他们对禅文化的理解和对心灵法门的理解。实际上我觉得当一个人真正能够理解的时候，他就能得到很多的开悟。开悟这个字在佛法界经常讲，能够得到悟性的人，他一定是有觉。有觉就是有感觉，我今天做的对做的不对。如果你有感觉的人，他一定能开悟。如果这个人今天做了一件对人家不好的事情，他都没有感觉，这个人一定不开悟。如果当一个人做好事的时候，他有感觉，我应该继续下去，他一定会开悟。实际上觉悟觉悟是放在一起的，有悟性的人一定有感觉，如果有感觉的人他一定会觉悟。所以呢，我在欧洲呢有十几万信众，他们呢我非常荣幸去年呢得了一个这个世界和平奖，这佛教的，那么这是一个那个在英国伦敦主办的世界宗教大会，我和所有的宗教界的人在一起，让我感悟很深。我当时站在舞台上，我就感觉大同世界，因为站在我边上的是天主教的一个宗教领袖，都是像一个主教，还有我们是那个比方说是伊斯兰教，还有印度教，还有各种教派的领袖全部站在台上。那么我呢作为佛教代表，我得了这个奖，然后呢我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高兴。我觉得佛教被世界的宗教所接受我们中国的禅文化能够走向世界对国家、对祖国、对我们的人民、对我们海外的侨胞都是一种鞭策。也就是说这个世界需要和平，这个世界需要理解，所以佛教以慈悲为本，能够得到世界各种宗教的理解。因为我们在后台吃饭一起吃点心的时候，大家都在相互打招呼，各种宗派的、各种宗教人穿着不同的衣服所以大家非常的开心，像一家人一样，在台上还相互讲话。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才是大同世界，人应该以和平和爱来对待自己这个人生的一个到了人生一个起点。因为到了既然到了人生了，我们就要以爱为自己的终点。因为如果人失去了爱，就失去了生活，失去了我们的理念。
所以我能够得到这个奖，和今年的10月1号得到了一个英联邦民族社区特别贡献奖，这所有的这一些就是代表的西方主流社会对我们的一些认可，对弘扬心理方面的认可。我一定会坚持弘扬中国茶文化，我要这次到哈佛大学去，很多的西方的最著名的血液病专家和艾滋病专家都来帮台长做义工，所以我也是觉得他们对禅学的理解，他们而且都在美国的那个西部都有台长的心灵法门的共修的那个基金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今后能够发展和不断的能够让世界人民能够理解和平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点，这就是禅文化的魅力，这就是我们心灵法门的应该做的事情。如果想要在更广更深的这种维度上呢，宣扬中国传文化，使中国的文化和中华文化呢能够真正的在全球具有影响力，您认为还需要哪些方面的提升呢？我觉得首先如果一个禅文化和一个我们的心灵法门要让更多的人能够理解，那是最重要的国家对海外文化传播人的支持然后呢人民和我们海外的华人对这个中国传文化的一种理念理解，这是最重要的，就犹如我们现在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一样，让很多的西人，让我们中国的海外的华人华侨，我们的下一代能够知道我们老祖宗到底过去是些做了些什么，我们中国具有几千年文化历史的一个传统的文明古国，我们应该在这个和平世界当中做出更大的贡献，理解才能得到支持，才能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所以我觉得今后将来应该让更多的人去支持和理解它，那是最重要的。那我呢一定会为这方面去多做贡献多做努力，我也希望能够真正的让这个心灵法门来洗净每一个人的心灵，洗净每一个人的这个身上的污泥浊水，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同程度有些贪嗔痴，实际上这些并不是人的本性，而人的本性是很善良的，希望把这种真正善良的本性能够在人文社会当中体现出来，那么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心理清净。那么跟您聊了这么久呢，我忽然想起了以前呢有一位佛学大师曾经说过一句话，他是这样说的，是以心灵为目标的物质主义呢比起纯粹以物质为物质主义的这种利益带来的更具深远。对于您这句话来说，结合着您说的心灵法门呢，您是怎么理解的呢？是这样的，因为如果单纯的追求物质，当一旦物质失去的时候，你的精神支柱失去了，你的整个精神和身体都会垮掉。前几年的这个金融风暴金融风暴造成了在香港很多很多的精神病院都客满，那么这些人进了精神病院之后呢，那么医生用什么方法来治疗的呢？因为他们完全把精力和精神就放在那些股票上面，他们就一看这些经济都垮台了，所以他们的精神支柱没有，所以在医院里给他们制造了一个假的模拟版，不断地把那些股票呢，他们喜欢的股票往上升，这样来治疗他们的心理的疾病。实际上人不能把一个着重点放在一个物质的基础上，一旦的物质的基础失去了，你的整个精神和你的心灵就会垮掉。所以当你心灵有一个支柱，你认为我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求我不贪，我所得到的是我应该得到的，这样的话你就永远不会被物质拖垮。物质今天有的那是自然的，明天失去了我也不会为它过分的伤感和难过，一旦物质拥有了我也没有为它特别高兴荣辱不惊，这就是定，这也是禅。所以当一个人能够用精神来控制物质的时候，物质可能会发挥得更好当一个人有办法的时候，因为他有精神支柱，
我用真心去劝导他，去领导这个部门这个企业，我的心是正的，所以他跟人家谈的时候他不会有这种阴暗面，所以能得到别人的接受和理解。当你心中有纯粹是为了物质，我今天如果我不跟你谈好，可能领导要把我炒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会很着急，他会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啊，甚至啊用其他的方法想得到他所拥有的东西。实际上这个就趋于偏了，就趋于黑暗了，这就不是正的。所以为什么要用精神来控制自己的物欲，就像用我们人一样啊，我们人如果不能用精神来控制自己对物欲的追求，我们将会像一匹野马一样啊，失去缰绳，我们不知道走到哪里啊。所以真正的要懂得用精神来控制自己，就像我们要懂得我们要有节制。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讲中庸之道，我们不要偏左不要偏右，我们该得的我们就要得啊。中庸之道讲的中国人其实很有智慧，什么事情中当中，这样不偏不左不右，这样的话你会一直往前走。如果当你偏左了也不好，偏右了也不好，所以中庸之道实际上也就是让我们得到精神上的安慰，能够控制自己的物欲，这样的话你才不会被物欲控制住自己。想一想，很多犯罪的人就是达不到自己的物欲，所以才会犯罪。所以必须要用精神啊，心灵来控制自己，这样的话你才会成为一个圆满的人和完美的人。好的，陆台长，那么通过今天跟您的对话呢，我对于中国博大精深的禅文化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跟您学到了很多的东西，非常感谢您做客本期的中国访谈节目。好了，观众朋友们，本期的中国访谈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